大家好，今天独自一个人进山，对我的茶山做最后一次的调研。这个叫玉竹，也叫黄金，但不是真正的黄金了。我们看它的叶子，这个黄金的叶子啊，它会比这个窄很多的，你看这个宽很多，所以这个呢就是叫玉竹，也可以称为黄金。哎，你看这些地方到处都是的，啊，那里也是的，那些地方过去都是，就在我们这个茶山边上。我前面蹲下来就看到这边有一大片了，你看这边就是我们的茶树。这个地方是我大山深处的某一个养殖区内，秦亮姐，我不能够把这个地方告诉大家，待会我会给大家一个更大的惊喜。这个茶叶很特殊，我摘一片，带着甜味的这种茶，贴身的不苦不涩，我嚼下去，只嚼一边，至少有20分钟。这一边啊都是甜的，很神奇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株吧，你看这一株有多大。这个地方有一码多这样的茶树，我回头叫人进山把这个周边的植被啊给它去掉一点点，尽可能保持它这个里面的原样。我现在带大家去另外的一个地方看看，相隔不是很远了，阴阳里路。哎，那个地方我3年前就发现了，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地方，像野生的黄金啊、玉竹啊，这种名贵的一些中草药材，这个里面很多啊。但是这3年来，我除了这里的茶叶动过以外，其他东西我都没有动过啊，否则就不是大家看到这个模样。这个就是黄金，你看它那个叶片啊，像竹叶子一样的。我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啊，我这边又找到一株啊。我摘一片下来吧，哎，这个样子的，哎，刚才那个叶片很宽，对吧？这个不同，我得把那一株采下来吧，挖一颗回去煮鸡吃，哎，这个大一点，肥一点，哎呦，不是吧？就这么一点大。那还有虫子啊，这里。那算了，这一颗太小了，就把这一颗够了。这个东西不能够吃的太多，大补啊，这个东西吃到了流鼻血的。啊，今天手痒啊，不然我一般不会采的。我来了，就这个。啊，这一颗被压到了。这个就是金丝楠木了。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，大概这个下面这个地方，这个树啊，我之前去过一次，天气好的时候，这个差不多有200株这样的树。这个是野生的，这种野生的金丝楠木呢，它的长势是非常缓慢的。你像这一株啊，至少10年以上才会长到这么大。哎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叶片吧。哦，这里还有籽，对。大家看叶子。啊，看上面的这个籽啊，就知道了。然后那个顶上有几株好大好大的。哎，但是那个地方呢靠近悬崖一点。而且现在大家看这个里面啊也乌云了的。对吧，也又没有什么路。所以我怕滑就不去给大家看了。来。它结的籽就是这个样子的啊，看叶片啊，大家再看一下叶片，这个100%的金丝楠木。你像这么大的金丝楠木，我跟大家说，像这么大的啊，至少100年以上，100年都不止。这个好扎实的，这一棵树真的是可惜了，你看倒了。然后这个枝条都开始横向生长了，真的可惜了。我的养殖区都是森林，真的像原始森林里面一样。像我们这样的地方，一年到头不会有人进来。我常说人呢，对大自然要存有敬畏之心。3年来，我没有对这些地方进行过砍伐。啊，今天能够把那个拍出来，这个
足以代表我的诚意啊！我完全有能力可以把这些砍伐回去做家具啊，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，但是上天在看啊，心术不正稍有杂念的人，哎，做不到这个样子，这样的东西早就搬回家去了啊。这个就是野生的金丝楠木的树苗，长就长这个样子。大家看呢，像这样的地方呢，随便都是一大片啊，这样的药材。像我们这样的大山里面呢，有很多这样的珍贵药材，你像黄金、玉竹啊、紫金人啊等等，很多很多名贵的药材啊，这样的大山就是一座天然的宝库。我现在在这个山顶上了啊，哎，这样的大山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资格去拥有它，你只能够远远的站着，然后对它进行仰慕。做人就是要这样子啊，要做到爱财不贪，春游有度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，你强求不来。就像刚才那个山炮子，今天我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一番秘密。好吧，再去其他地方看看。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对我们胖的支持。刚才这一株是野生百合，我看错了啊，然后你看它这个地方是一半一半的，哎，这个吃了的话可以润肺。然后这个就是野生黄金，你看它这个好高的啊，这个边上也有一株，然后那个地方是金丝楠木啊，然后你看它这个，我叫大家认识一下它的那个，它有几岁了啊？它这个一个小节一岁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哎，这个黄金有十二岁了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挖错了。啊，这个才是，走。